可以看这个吗？好，在这个好玩的环节之后呢，就会看。请给我一个小时的时间，我要介绍一个很好玩的游戏给大家。Are you ready？ 进阶战线来喽！这是实际上的端游，然后这个游戏有很多模式啊，纸斗啊，它有积分，然后以后会出新模式啊，水晶攻防战，就是有那种水晶珠宝的那种模式吧，应该。然后这游戏是台湾的独立工作室自己做的啊，支持台湾自己人啊。然后序号应该就是从这边兑换啦，点这个商店有没有？点进来之后呢，序号兑换左下角。直接输入，那我们就先从新手教学开始好了，顺便教学一下各位。左右键进行移动，设定的攻击键进行攻击，攻击是 X， 防御键进行防御。嘿，太神啦！奥义，按 D， 守护之风。OK， 学会了，那就我先去找路人打一把。Ready， Go。接你，哈哈哈哈！选对角色，我好猛哦！果然还是要这种角色，我比较猛啊！守护之风，完啦！嘣 ！Headshot。卖照！哎呦，本他一打三，他鬼！哈哈，对面被我打到挂机啊！宰啊！在拽什么、啊？去死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好像找到哦，会了会了会了，这只角色不错。还有什么角色？马丁、米哈尔、凯莫、凯莫，我看看，火毒巫师，白给大师张家堂，哈哈哈哈，这个名字好像很有点像啊，好像一个人呢、欸。希望你们可以多撑几招啊，听到没？来啦！又要被接死啦！
唯有他。靠腰啊，打人屁眼啊，97%抢一下，冲啊！哈哈，我的。炎帝，哎呦，拉塞曼，阿彪，我被打过来操啊！大局太烂了吧！我总是往那边炸啊，这样炸西瓜哦。谢谢屌虐，哈哈哈！太神啦！A 呀、啊，你 A 吗？好啦，介绍这个新游戏《境界战线》，请各位记得支持我们台湾工作室自己做的游戏，大家记得下载这游戏啊，好玩游戏，好玩一直玩。他还会出新的模式啊，请大家多多支持，拜拜拜拜，不错啊，好玩游戏啊，好玩好玩好玩，不错。